好，给我，我没有吃。不是他们给你吧？应该不是吧？
好，各位媒体朋友，有啊，各位媒体朋友，非常谢谢啊。没有声音，好，可以了。大家辛苦了，我是复兴航空副总经理刘忠济。啊，我们等一下。开始记者会，在座的我想讲两个，大家知道。在座的是林明生董事长，另外一位是复兴航空执行长刘东明先生。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很短促，他们两位等一下都还要分别到各相关主管单位说明跟报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用征求大家的同意，有40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呢进行的方式是先请林董事长跟大家做报告跟说明，接着再请大家询答，这样好不好？征求大家的同意，如果可以，我们就开始。好，谢谢大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辛苦了。如同各位所知，我们于今天下午的这个董事会决议，对不起。没有啊，连线的麦就关起来了。对不起哈。
我们于今天下午的董事会决议解散复兴航空。在进行相关的说明之前，我想特别谢谢在座的每一位。这两年来各位媒体朋友陪伴着复兴走过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各位在事件时期的辛劳，事件后的督导与鞭策，以及我们冲刺营运时的支持与鼓励，我都点滴在心。借此机会，我要向各位朋友表达最深的感谢。复兴航空董事会于今天通过公司解散之决议，复兴于并于今天起全面停航。解散公司的决议将交付股东会来讨论，并于股东会通过后实行。经历两次空难事故，尽管全体的同仁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公司亦采取多项改革的措施，业绩始终未能恢复到先前的水准，加上航空业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今年度前三季共计亏损已超过22亿，且后市未见乐观。董事会历经两天的会议常考与多番的讨论，不得不忍痛做出解散公司这个痛苦的决定。一直以来，我们一起用好了。好，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寻找内外专业的机构、合作伙伴，甚至于新的经营团队来协助复兴。非常遗憾的，终究没有能实现。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解散公司，是基于公司目前资产仍大于负债，还有能力对旅客、员工与相关的合作伙伴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证。我们希望在离开台湾民航界前，能人尽力地负起最后的责任。为了避免董事会决议影响到飞行组员的心情而卵生任何的非安顾虑，不得已停止了所有的飞行任务，对于造成旅客的困扰，在这边致上最深的歉意。此外，我也要代表复兴航空，感谢交通部与民航局等主管机关，以及立法院交通委员的诸位委员，在新航飞安提升与改善营运的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指导。复兴航空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成立了紧急任务小组，分别就旅客退票、员工资遣、政府沟通、债权清偿等面向全力处理后事的事宜。针对已经购票的旅客，复兴航空提供无条件的退费，所有员工将比照劳基法条件进行资遣。针对于旅客退费与员工资遣之费用，皆已透过专户的信托方式确保后续执行无忧。另两次空难事件少数尚未和解之受害人亦也有妥善的处理模式，相关费用也已经获到确保。复兴航空在这里再次感谢各界的支持，并对于公司解散所造成的不致上最深的歉意与最大的感谢，谢谢大家。好，各位媒体朋友，我们就请大家，好，来配分。对于这个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净值在于差不多7.2块左右所以依照这个公司还有净值状态下，它的确是这个资产大于它的负债所以在这个部分希望这样子可以回答你这个刚刚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公司的部分还有7块钱，那如果我们依照我们的资本额是70亿来看的话，还有7块钱的这个
这个价值债的净值债的话，那就是还有将近接近50亿的这个资产在。这个目前我们还在计算中。好，这位。好，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是做这个动作哈？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其实管理团队、经营团队一直到昨天的下午，都还在跟有意愿的可能的这个投资者在洽谈，入这个增资到复兴这边来，或者是来协助复兴来做后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营运跟改善的这个办法。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到昨天下午还在尽力的看看能不能够将这个策略性投资者给引进来。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停飞的动作？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在开的这个董事会的决议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公司后续重大的发展。好，那我们也怕说这样子的一个后续的发展或是这个讲出来之后，或者是宣布了之后，会对飞行组员的心理上面有一些负担，那造成可能会有一些非安上面或者是这样子的顾虑。所以我们采取以最保守的非安第一的这个方式哈，来先将今天的航班先全部来取消，来应对有可能会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布。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请这个旅客们，对，的确是造成他们的一些这个不变，但是我们真的是基于说希望说每一趟的飞行都是以最安全的模式来做，所以才会说 OK。 那我们今天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讯息的宣布，这个讯息宣布出来之后，会不会对飞组员有一些心理上面的这个压力或者是影响，而导致间接的影响飞安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其实跟民航局在沟通的时候，大致上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倾向，说如果真的是有类似这样子的重大讯息，应该是比较适合于做停飞的动作，而不要去冒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好不好？嗯，好，然后。对不起哈，喂 ，OK。那刚刚针对那个第二个问题，我们昨天晚上我与我们这个执行长还有我们的法务长，原则上都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北检来回答相关的理清案件的这个问题。那基于好像是侦查不公开的部分，我们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但是我只能说我们都是以证人的方式去出席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宜。是，OK， 你的问题是说，对，就是说，为什么只有在日本的官网公布，那台湾的不？这个老实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老实说，我也不清楚那个状况是怎么样。这个可能到时候业务单位我再请他们来讲解一下。但是我真的一定，我们把全部的旅客都一视为同仁，应该没有像你说的，我们有特别去偏好到哪一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我可能真的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回答。那你的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想要说为什么解散？好，因为据我们的分析跟与律师与会计师的讨论的过程中得到的讯息是，今天无论我们是走这个重整也好，或者是解散也好，在重整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可以。在重整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可以诉诸于法院来保护资产，但是中间还有几天的这个空窗期，在保护令下来之前，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认为银行团啊，跟各方的这个债权人，还有包括我们租机公司这一些的这一些厂商，都会执行他们在那个几天内可以执行的这个动作，包括将资产扣押，或者是将资产给封锁，或者是通知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再继续使用这些飞机。在那个状况下，其实就已经形同于公司已经在停摆的状态下。所以与其我们先对外来宣布说我们要重整，结果发现因为资产扣掉了，或者是这些飞机也都被扣押了，然后我们也不能够继续来做任何的执行面，那我们的选择是，那我们就以比较怎么说，比较完整的模式，直接用清算的这个或是解散的这个方式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我们可能第一个时间我们出来讲重整，结果变成两天后三天后发现整个状况情势已经变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状态下，然后再宣布一次说我们要做这个清算，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事宜，这样子可能造成大家很大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选择点是这样子的。前面我这里低一点，好，稍等一下，这边。前面的文字，那个头好大，头对，就是你，谢谢，谢谢。要宣布破产的条件卖给人家，来还一些债，接下来程序怎么样？好，现在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今天是董事会过了这个解散的决议，那这个决议呢要交付给，因为解散还是重大的议题，所以这个议题还要交付给我们临时的股东会，在股东会上面再通过，它就是变成正式的解散，就是解散的同一个时间就会进入清算，在清算的这个时间点会有请清算人。好，那清算人呢就会针对公司所有的这些资产也好，负债也好，然后这些权利的义务来做适当的这个清算的这个动作，所以原则上是这个那个方向是这样，那中间没有破产或者是要别人来做购买的这样子的一个事物，并没有这样。目前看起来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所以第一个要有一个公告，第二个要有一个那个股票的这个不能够转换名字，这些停止交易，就是那个名字不能换的那个我忘记了，对，有一个法定期限30天，所以加起来至少要42到45天以后这个股东会才能够开。所以在那个时候才能够做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解散的决议。谢谢。好，谢谢。来，这个是好，第一个的确我们昨天真的是努力到了下午的至少4-5点，好，还在跟相关的这一个投资人在开会。好，那至于你说我刚刚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先做这个动作，那个原因很简单，的确是非安的顾虑。那我可以请问你，今天如果是你是这个乘客，那如果你觉得你的机师跟你的飞组员可能在心理上面有那我们是从这个心里面去说，我们提供，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非安顾虑，所以我们做那样子的一个决定，好不好？这样子也还是确保这个旅客的安全为第一啦。好，然后，因为我们银行可以动用的借款额大概还有40亿左右，我们
有没有曾经评估要去借这个钱？第三问题是，当你一个月前还在听说考量说12月之后要有更大的扩展动作，那是什么原因急转直下会有这样的变化？谢谢。好。第一个是说，我们一直刚刚我讲了，我们一直在我老实说哈，我们今天复兴航空从2次的空难之后，哈，我们在2015年，哈，亏损在业务这纯粹营业的部分，我们不算最后啊，也差不多是本业的部分亏了差不多20亿左右，好。那因为在2015年，公司还有一些资产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卖，包括我们的办公室这些都把它给变卖出去，所以在账上面看起来是我们只亏了11亿，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运作操作上已经亏了20多亿。那转换到现在今年2016年，哈。我们到了我现在其实应该也可以讲，这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到了10月底左右，总共亏了27亿，超过27亿，每个月的亏损的数字还差不多在2到3亿之间。好，那等于是您这样子想了，每一天一开门就是亏1000万，就是亏1000万。好，那在这个部分，老实说，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个 ECB 的这个钱怎么样？其实您刚刚讲的没有错，我们如果真的要凑 ECB 的钱，不是凑不出来，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 ECB 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后面未来6个月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将复兴的业务再转过来，不要让公司对不起。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以长远的看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将复兴的这个整体的体质扭转过来。的确我们在这2年下面的努力，我们将飞安改善的还不错，好，我必须给我们的团队这样子的肯定。我们除了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专家们的评估，说我们的飞安的确提升很多啊，然后我们在一些业务的面积的确也有一些成长，比如说我们在空难之后，我们国内线的载客率可能掉到剩下20%左右，那我们在目前的营运现在可能这个国内线的这个载客率可以达到60%左右，在国际线甚至于还有更高，哈。那两岸线的确前一阵子状况是还不错，那最近看起来是比较没有像之前这么有活力，但是总的来看，纵然我们有这样子的进步，但是公司的亏损还是在于这个2到3亿之间。那我们现在在看未来，我们也觉得说 OK， 我们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能够将这个亏损赶快的降低，让公司不要这样子一直的流血。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的形势跟区域的形势也不是很正面，好，比如说我们也有思考说油价有可能不会再像之前这2年这么低，会慢慢的向爬升，因为美金也在爬升。那我们很多的，老实说我们很多的这一些对外的承诺也都是用美金来计算，当美金越来越贵的时候，当我在台湾的营业额也没有相对的起来的话，变成在那个部分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所以是在这个重体的考量之下，我们决定说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再找寻一个更好的团队来协助复兴航空，不论是做转型也好，或者是改变它的体质也好，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这个只会在半年一年中变成搞不好公司真的，我到时候坐在这边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真的像刚刚那位说我们破产或是这一类的，那在那个时候我更没有能力去负起任何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个事情，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那个能力来把员工的事情处理好，尽量把旅客的事情也处理好，然后对债权人这边或者是任何的这些伙伴们我们能够尽力的来处理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对他们的这些的承诺，是这样子，好不好？好，谢
稍等一下，稍等。您的问题，这位没有哈？好，好，到底。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哈，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宣布解散了哈，所以原则上我们已经全面停飞了。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刚刚才从民航局那边出来，也跟友航们商量，他们来协助我们，尽量的来做这个转至客人的这个部分，好不好？所以我们尽量的是，请这个友航这边哈，然后民航局的协助，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将这些旅客们来做好最好的安置。好，刚刚这边的这位声音，老板还要再问吗？不用了啊，好，那好，来这边，这边，对不对？这，您再说一次，好吧？对不起。有没有统计受影响的旅客有多少？已经卖出多少张的面积退票？另外，有些旅客现在还在国外被滞留，是不是未来还有其他的补偿机制？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力的去做，这个后续的善后的这个机制哈。那在外面的旅客哈，我们预计是10万左右的这一个人次，好，要处理，好，好不好？分别迁转，分别就迁转，好。好，来这位，佩芬姐，稍等一下好吗？稍等一下好吧？这位，对不起，对不起。好，来，你前面这位，前面这位，对不起，前面这位。对不起。喂，对不起，在旅展的时候为什么？喂，出现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的问题。喂，这没办法，你知道吗？喂，对。我们，对不起，我们在旅展的那段期间，我们并没有，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所谓的财务危机。我现在必须要重申，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所谓的财务危机。我说，这是你的事。那个我们到在旅展的那段期间，我们而且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所谓的财务危机，并没有。好，我们现在是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解散的动作，来确保我们能够对全部的这一些旅客也好，债权人也好，员工也好，能够做最妥善的处置，好不好？谢谢。好，后面刚刚这位，稍等一下，好吧？后面这位，哎，对对对。旅行社这边的部分，我们也会一一的跟各旅行社一一的来沟通，来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好，哎，每一家的状况不一样，好。针对于投资者的部分，通常最后就是在最后的关键，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够符合我们要的这个时间点，好，将相关的这些约定、相资金，好，全部都到位。所以在对这个投资者的这个部分跟策略伙伴的这个部分，重要的就是在那两个部分。好，那针对于刚刚你说旅行工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讯息，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应对旅行工会这边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好，这位，这位，我先看一下那个，这个要等到清算人他会来做这样子的决定，这不是我在这里可以决定的。我刚刚讲过，这是清算人要做的事，对，这清算人要做的事。好，来这位。不好意思，中天新闻，我想问一下，因为还有1700名的员工，包括像是机组那边，目前和机组同，另外还有16架的飞机在重组。好，员工的部分，就刚刚我讲过了，好，我们
会做最最。好，这个麦克风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点，一下有这样，是因为这个东西吗？好，我没关系，我这样子讲好了，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不起，我真的是今天这个麦这样子，我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真的跟各位道歉哈，但是我尽力，我用最大的声量来跟大家讲。好，在员工上面，我们已经有备好了适当的这个信托基金来处理全部员工的资遣的费用跟薪资的费用。好，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去从的这个部分。对，公司要解散了，所以我也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继续在复兴里面来继续这个从业，但是我们会做好最妥善的处理，在这个部分，好吧？那你刚刚第二个问题，飞机的部分，包括有一些是我们用租机租进来的，所以他们有他们个别的这个全组，就是说比如说租机中来，还有租机公司，他们可能会来把飞机拿回去。在台湾的部分有一些银行他们是债权人，所以这些飞机搞不好，如果他们有做一些动作的话，搞不好这个资产就变成是这些银行的资产，也有可能。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到最后这些飞机的处理哈，到最后会由这个清算人来做最适当的，当全部的都处理清楚了之后，会由清算人来做适当的分配，就是刚刚像这位问的，知道要怎么分配，这会由清算人来做最后的这样子的裁决。我问一下，就是比方说机组人员会有资遣费，但是你们会帮忙他们，就譬如说到其他航空公司，我们会尽我们所能，能做的我们一定会做。目前订单提供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其实对不起，我们差不多几个小时前才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目前为止真的还没有很快速的去着手这件事情，对不起。好，刚刚还有没有问的？好吗？这位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边这样子的回答你，我只能跟你讲说，昨天我们出现在北检的时候，我们都是证人。好，所以我好像只能这样子的回答你。好，我没有卖股票。好，我现在就这样子声明，我没有卖股票。OK。好，还有没有发问的先，好不好？我们优先来这位。董事长，请问一下哈。说新航结束以后，你会重新接掌国产？目前，我老实说，我全部的心力都放在新航上面，从来还没有想过任何从这一刻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除了还是要把新航的善后给处理完毕，好不好？你个人意愿上面，我目前老实说，我真的还没有想过。国产母公司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股东的体系，好，那国产的确已经支援了复兴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之前在这个增资的时候，增资的超额的部分，就是没有被认股的部分，全部都是由大股东他们认去了，所以他们在这一部分的支持，我相信是不容怀疑的。好，各位，太妙了。好，这边，对不起，稍等一下。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因为刚刚我们在讲说，现在希望解散，大家都希望可以跟员工解散嘛。那我想问一下，目前的这个解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们有接到有员工来投诉，他说他六月上到下班的时候，居然被他的公司说他被资遣了，然后到现在他还没有拿到东西。我不，我不知道你这个个案是什么。照理说，我们之前是很快就支付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有这样子欠一个员工资遣费的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好，啊，针对于这个你刚刚的第二部分，我已经刚刚讲了，这个部分我们一定所谓到底是什么时候？刚刚我董事会已经提了解散这个动作。
到了实际上面的解散成功的部分是在股东会开了，然后做了那个最终的决议，所以这个解散才成立，然后就进入清算。清算的过程不知道要多久，我老实说，但是清算完了之后，公司才会正式的被怎么说除名吧。好，所以等到这些全部弄完了，老实说我不知道那个时程会多久，但是呢，现在的程序就是说，我们提交这个解散的这个议案给股东会去做最终的决议，是这样子，好吧？这样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这边一直在催啊，董事长跟总经理跟执行长一定要赶快先离开，他还要到相关单位去做报告。我们再两个问题，好不好？两个问题。这边董事长请教一下，下周到底您还会付吗？这个钱是不是要从哪里来？然后另外听说这次解散是母集团下的决定，是这样子吗？还有最后那个洽公台台家到底是谁？好，第一个。进入了这一个程序的时候，哈，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要去考虑，哈。所以至于说 ECB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下个礼拜还是要支付，这个目前为止还是个未定数，哈。那要看整体的这个公司的状况，好，来我们才能够决定。那你刚刚还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母集团是决定解散的这个关键吗？决定解散公司是复兴董事会的决议，复兴的董事会是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自行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策，好不好？这个是在公司治理里面最重要的其中的一环。好，时间关系，公事，好吧？啊。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临时股东会的时间点，请问大概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是持有股票的这个民众，他们也是会有这个账户的。可以跟大哥问吗？在这个部分哈，原则上我们现在好像敲定股东会的时间是一月的中旬左右，对。那至于有没有股东的专户，原则上在这边必须要说很抱歉的，没有这个专户。好，那包括我们最大的股东他也没有相关这样子的保证，好。好，各位非常抱歉，我们就这样好不好？因为抱歉，对不起，我们时间到了，非常抱歉哈。因为在这边也回答了各位九位记者朋友20个问题，好不好？非常抱歉，谢谢大家。那再有问题的话，我跟那个公关副总陈副总会留下来，再看各位有什么需求再满足各位，好不好？好，谢谢，对不起。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今天大家辛苦了。谢谢啊，对不起。了解。